哦，其实我本以为陈医生要做结束了，那就给我就做结束吧。聊起来吗？啊，就其实这几天我在拍摄，我就看到其实每一组在就表演的时候就练习，其实我都在现场，就我看到这每一组是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对。然后呢，其实我知道有几个要表演很多嘛，我觉得他们真的有点就是怎么讲。讲出来，我觉得他们有点神经病。没有，我没有这样讲了，因为呢，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我在那边嘛，所以我想说，你们表演那么多，然后又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你们这样怎么 handle 啊？然后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们表演都很好。然后呢，对，就这样。然后最后，其实我觉得我跟 Melody 就其实我们俩是第一次做活动，然后他真的非常 organize， 他从两个礼拜以前就开始在。催促我是赶快做东西做，所以那些什么啊服装什么那皇冠都是我，就是在课堂时间下课做。对，不要出去。哦，是的，我觉得做的还不错，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珍惜。对，你们拿到东西都他做，就做真的很有质感。然后所以我想要说谢谢每一组，就是因为就是有你们啊来表演，这样才能节目才那么精彩。对，谢谢大家。观众们，这观众们是最棒的，没有你们，这不会那么精彩，真的。所以，观众可以给你们自己掌声，对，给自己掌声，谢谢。那可以请地方帮我做结束祷告吗？我一个人 ，OK。这是压轴吗？就是表演祷告。好，我们来祷告好了。上帝，我们现在感谢 ，we have this fellowship and we get to。We're blessed by you to have so much talent. We can't even count how much talent you have given us, and we witness how great you are tonight. You have blessed us so much. So would you come and continue to bless our life, 让我们的生命所有的技巧所有的 talent 都能够荣耀你。Father, would you continue to bless our fellowship time after this, and would you bless those who have worked so hard, tirelessly these past 2 weeks, would you let them just feel your joy and continue to serve you in a dedicated way. Thank you, Father. We give you thanks for tonight and also for the food after.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 Amen.